封爹成魔，再不见杀手，成族就完了。千百年来，重族宝藏让无数人命丧，八门山。我武系君子虽从未去过，但深知前路艰险重重，所以，我们抱定了一去不回的念头。 当年我们武系君子正是碰面之时，你娘就叮嘱过了。我娘说什么？她说，此行凶险异常，八门山防御重重，且这清廷阴险狡诈，已不知其目的。如若遇到任何的不测， 还望我们各位能够保全自我，不必心软相助，只盼我水系有后绵延，而我重组。